针对新冠状病毒，钟南山院士提出太极拳是最好的运动之一，它不受时间、地点、年龄的限制，通过肢体的拉伸、呼吸的配合、内脏的运动，从而使筋骨得到拉伸，内脏得到自我按摩，促进血液循环，起到强身健体之效果。疫情过后，陈瑜太极家传陈氏太极拳功夫架北京推广总部各类培训班于本周恢复正常，除原有的传统套路外，又新增了零基础入门班、基本功必修班等。欢迎喜欢陈氏太极拳的爱好者们前来咨询。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交合，生成万物，乃阴阳平衡之法，万物产生之源。不不，六，正，一，过。